2.26 我们来看一下周雅琴。 1.1708 这个小番两折一组，哦，两次的这个最后结束的这个重心，也看准会失去了很大的平衡。 这个小番1008，四场结环，嗯，对，对方3.6，C级难度。 这个小番900之前。 失败了。你看这个九百的起跳的这个角度来说，其他的是最后欠多一点，但他最后还是接了这个钱，证明啊，老师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，还是非常能够有自控的，有结论。